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远景骑车巡逻，眼看白色轿车停等红灯，闯越停止线，才上前盘查，却发现男子越看越可疑。一查验身份，赫然发现驾驶不久前才因为违规酒驾被逮，如今又身被通缉。带你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。那我现在怎么做？你是。我之前对啊，我之前是不是抓过你啊？对啦，想起来了啦，就是你。放下我啦！不可能啊！好 ，OK， 学弟了，放心。事发在大年初一凌晨3点多，高雄前进区六合二路。当时这名干姓男子，他开车停等红灯时闯越停止线，也被警方给盯上。远警盘查才知道，男子之前酒驾落网，如今又因为伤害案遭通缉。尽管被逮当下，嫌犯不断求情，说过年不要上铐，觉得很触眉头。但警方仍依法逮捕，将人解送归案。这个年，嫌犯也得在牢里过。